企业举办尾牙都会大手笔请来知名艺人，炒热气氛。但根据网络平台民调结果，只有5%的民众期待看明星表演。我不崇拜偶像，因为我觉得我老板才是偶像。如果是好笑的，还可以接受。统计结果还指出，尾牙中同事表演、老板反串搞笑，还有喝酒，最让上班族反感。最讨厌看到就是员工还要花时间去准备自己不想做的表演，然后表演给老板看。讨厌的节目，就是。致死太长了。尾牙最期待的节目抽奖跟发红包，荣登冠亚军。有将近70%的民众都希望公司可以人人有奖。至于最想要得到的奖品，使用的现金赢过环游世界，夺下第一名。现金就比较实用啊。除了节目，还有吃什么很重要？根据网络平台票选结果，有45%的民众都想要在尾牙的时候吃到饱。海鲜、牛肉、沙拉，各式各样的美食无限供应，把费自由选择。不过也有45%民众喜欢吃桌菜。到底要如何举办才会获得员工们的好评，恐怕也让老板伤透脑筋。记者林网月芳台北报道。